超级走错，哦，干，被抓了，看三借过。被砍到，哎呦，干，不够快啊，糟糕，干，那么快砍第二刀，那好像不能砍。干，没水了啦。靠腰啊。可以站在后面。晚上好多浪子，砥砺的，砥砺的，哦，干。
谢谢小飞，谢谢。差一点点。快干！哎呦，真可惜！哇，还有这招！干，错了。哎呦，我刚放空了说，看来今天晚上精神状况也不好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怎么那么快要冲啊？超靠边的，干错了，不应该跳的，干。
干，这会不会过去这边就死掉了？最后一罐小人。说跳旁边墙壁躲弹的是真的有玩过吗？还是你觉得？一开始弹是追踪的哦。如果跳旁边的墙壁的话，它会那个吧？干嘛啊？可是如果跳旁边的墙壁，你定在那个墙壁上，那个子弹先在地上，让它放一半再跳墙三整波。哦，可是那也要刚好到墙吧？我想说，直接跳墙啊，不是在墙那边钉到死。干嘛？我今天反应力真的已经下降了。哎，咖喱鸟！哎呦，按到跳了。哎呦，干我怎么跳了？有够黑，呵呵。
操！他好像变快了。我滚呢、欸，靠腰啊，没滚到，哇！有火刀是扛到他一下。干，难得大好机会，我居然喝了个水，太可惜了。Hello， 晚上好，刚来的晚上好。回两刀的空档应该可以补他一枪嘛？哦，你一定没玩过，他有可能会第三刀啊，他是看你有没有靠近的。如果你第三刀挥完再靠近，他还会挥第四刀，全部都看他的心情。所以我觉得那个不行。靠北，哎，干你老师。哎呦，操！干，这好，这轮好烂哦，打的。
我好烂哦、喔！我这妈的超烂呢、欸，这场一直滚错边，我一直在分心。干，算了，我觉得我今天是烂到不行。都不能暂停，我这样子很紧张，吓我一跳。靠北。真的没耐心了，我真的没耐心了。天哪！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靠背是，它的墙壁因为都黑的，你不知道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我踩到墙上了。
看，我就一直走了，还想怎样？我没有停呢，他还打我。哎、欸，靠杯啊！太早滚了，看你你的鸡掰！看，好烦，靠杯。好像可以插两下、欸，如果够快的话。靠腰啊！哎呀，我又看错墙壁的那个距离了，不然刚刚应该可以的。我每次都把那个黑影当成墙壁，然后就跳了，就一跳，哎、欸，还没踩到墙壁，可惜。哎干，噔，噔。哎、欸、干！
看一眼聊天室，马上被抓。干，我又看错哎，真危险！哎呦干！一个爹 ，Come on come on， 干干快点，火快没了。快点快点，火快没了，你很贱。他不冲了，他好贱哦！我火要没了啦！干，火真的没了！干，你真的很懂哎！干！有了，哇！终于，哦！干，终于过关啦！太神啦！拿头盔，还是什么都不要做，不要乱拿人家东西好了。66,666，谢谢小线，谢谢刚抖内的，谢谢。这是去哪里？什么意思？希望有人可以
在我的粉丝团贴剧情详解。哎、欸，《Born of Salt》，Devoured by Sea。From IC Crypt, deliver me. How zan no? Ass.哇，我打这只王花的时间，妈的，应该快一个小时哎、欸！妈的，是打无名王者哦。如果有人有知道这个游戏的详细的那个剧情什么的文章的话，欢迎分享给我，可以贴在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，或者是那个我的波浪也可以。哇，你瞄的真是时间。Tickers 也可以分享区。好啦，很高兴呢，可以在这边正式的说 Southern Sanctuary 言语圣所呢告一个段落啦。感谢大家这一段时间的观看。我自己觉得做一个总结，我觉得游戏，因为我等于说完全不管剧情，我有一点完全没管剧情这样。那完全就是顺顺的玩，然后我武器就是一开始选了那个农夫嘛，所以就三叉，我觉得叉距离蛮远的感觉还蛮好用的，所以我就一直选了 Pole X 系列的武器当做我的主要武器这样子，然后所以我没有玩其他的武器，大家也知道玩游戏大部分都是这样一个武器打到底这样。然后我觉得动作性来讲，我觉得其实非常不错啦。我自己其实不是很擅长这种平面的，像洛克人那样的这样的横向动作、横向卷轴动作游戏这样。但是我觉得这款还真的是还蛮好玩的，我也是会想一直试，可能也是很 M 的关系啊。对啊，但是就平均下来看，每一只王大概30分钟以内可以打赢，平均啊，平均下来就我觉得也不算太难。就觉得还不错，蛮好玩的。然后这款在 Steam 上面，好像300-400块而已吧，而且一定时不时可能会打一点折吧。有兴趣的就再玩玩看喽。这个应该也是有多轮的要素啦，所以我觉得是蛮推荐入手的。好，总结差不多就做到这边啦。那感谢大家收看啦。今晚上差不多到这边就关台了。明天开始就可能会跑人王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